一时开花不是观花了，观应该改为开。开发海洋政策，加强运输观光。没有校对，改正。那是新国高中的优杰出校友啊，研究机构总裁的优秀呢，还有他母亲用他母亲的名字成立了慈善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做总裁，在麻豆那边有研究机构了，好像有生产中药，所以再搜寻研究看看。我先 Google 研究看看。